看你们都走了，我孙女谁管啊？你走了，任性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办呀？不想去也得去，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小东西怎么不理我呀？你看石头，这是石头啊。那你说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好大块石头，吓死我了。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？任性怎么办？你长大有什么打算呢？我想，我也不知道。让奶奶最后一次听见她歌唱，最后一次看见他飞翔。从我离开爸爸妈妈的这几天，我就想只小鸟。爷爷，现在我只想用我的小翅膀再飞一会儿。